我这边刚打完蚊帐，一眼给他们冲完了，都挺湿，正好今天天好，把他们全都关外边了，要不然里边都湿湿拉拉的，好弄吗？让他们出来晒晒。对。然后地干了差不多之后，得给干净。是的。赶紧给洗了化肥。乖。觉得腿有点发痒了。好，不坐下哈。爱豆充分信心了，就是。爱豆已经不惧他了，就。爱豆，我这两年我体重我也上来了。你举比我大点呗。好多了是吧？好多了，我挺觉得这，我也觉得这好多了，没有那么白蒙蒙的了。对对对对对，可明显了，今天是。现在黑黑的，没有那么多，但是还有，有还是有点。拜拜，咱不讲啊。咋了呀？咋了吧？咋了吧？拜拜。就是没那样仔细看过，我的天，那这不是肿瘤吗？这就是小肿瘤了，你瞅瞅啊！看到了你，软的还是？应该不是很长时间，要不然带去看看也。那得带去看看了，这个的，他这个都得切，你要不，不切的话，以后可能他是什么，他传染别的地方。别那个了，还是上医院吧。行，把这小子给那个给带进来，看看怎么样，给分分组上。你懂了嘞，小家伙，你这底下还有个礼物，一直以为你是小狗圈呢，眼睛还没好，底下，还是个礼物。我得赶紧给那个老板打电话，给你打电话说上。对对对对对。这个事儿，你好不容易刚找个兼职，这又那个了。是，给翻上吧。给你打电话翻上行吗？是。哎，王老板，那个今天我你干活那边，我先替你请个假，这去不了了，我有点事。对，不好意思啊。我得看看回来，我具体哪天楼我给你弄个吧。还尽快吧，反正。我尽快，反正就。行行行行，好。行，好嘞，行。哎，好嘞，谢谢。一样，也是差不多需要输出。也是一样，也得切。也是肿瘤的一种吗？它不是，就肚子上有个洞，然后它里边那个肚子里的东西漏到里面去了。抹的是软的。小狗？不小了，我看那一不能再小，我牙都有掉了。是吧？而且它眼，你看它眼有点问题，左眼。本来受过伤，感觉像是有疤痕组织似的。是啊。点完之后，我给我那看了，看完之后，先给我拿眼药，先滴了。但是感觉点完之后好很多了，他之前是那种微微的一疼。对吧？
提完之后好像就会产生那种延迟的感觉。还有点老转圈圈，是没事吧？这是怎么转圈？就是原地在转。你把它放地上，你转。把它放地上，它一会儿就开始。走了也走不多，就是走一点转着。那跟眼睛有关系吗？那你说刚那个眼睛不至于让他看不见呀？现在这个状况。可能头部有点问题。啊？啊？有可能是神经的问题。嗯。但一侧头部里边有问题，前庭神经有问题，我们转车。但他也能直走。啊，能直走，能走，能走。但是给人走的话，还是直的，都直线的。那个怎么给他做的手术怎么切的？这里，哦，然后肚子里边还有，不会吧？应该不是，做之前给他插进去看看。还有点磕巴了，在这边还是有点磕巴。嗯。那就可以捡回去了是吧？你在他这个地方再长长。到外伤呢？外伤也快了，外伤还有一点点，还有一点点，其他这个地方长得差不多，就是这一块还有一点点。这就咱那有咱那等两天，因为咱那有苍蝇在那里。苍蝇肯定不行，万一再。对，所以说我就是说，要不然咱那给他等放几天吧。那就放几天吧，然后等他爸。把那个结疤伤好了之后，俺再接回去。